所谓人生，就是抉择的总称，所谓成长，就是在一次次的选择中前行。每一次选择都是新的起点，每一次开始意味着新的选择。我们青春就在这迷茫而执着的憧憬中书写不同的答案，但不一样的选择会让你走进不一样的世界，青春也就有了不一样的色彩。这个金色斑斓的秋季是新生活的开始，也注定是生命旅程中无法抹去的珍贵记忆。我的青春一路向北，从烟雨江南来到北国春城，步入一个全新的世界，这也是梦想起航的开始。妈妈，我在食堂呢。对，我给你看我们食堂有好多好吃的，什么口味都有，都挺健康的。你不用担心我今天点外卖了。绝大部分组织器官，最炎症一定是就是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子线是由什么？子线 L， 我们拉动出来了两个平面的交线，对不对？青春的躁动，在这里溶解成安静和思考，也让我们在思考中汲取力量。有梦想编织，青春才绚烂；有选择，才是青春无憾。虽然年少懵懂，我们依然是自己青春的规划师，即使已经在路上，一样可以重新开始。这里给了我们新的选择，让我们的青春多了绽放的天地。再一次选择，让我们在选择中成长。多一份选择，我们的青春就多了一扇看世界的窗。刚刚步入吉林大学时，我发现对自己的专业内容并不是十分的感兴趣。在了解到吉林大学的转专业政策后，我选择了转专业，经过自己的努力，转到了我更感兴趣和热爱的仿生科学与工程专业。展厅的正前方是吉林大学的校训，求实创新，励志图强，和学校校徽。我是广西人，黄大年老师的同乡，他就是我的榜样。我是追随先生的脚步，选择了吉林大学。先生的足印是我们前行的方向，先生的故事是永不落幕的华章。我在学校里能领略到一年四季的变化，不同的季节都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受。尤其是这里的冬天，虽然外面温度低，但是室内却很温暖，对于一个南方孩子来说真的非常友好。我特别喜欢这里的冬天。青春就该在四季中淬火，在四季的变幻中捕捉春风轻柔，盛夏清凉，
深秋丰硕，冬日暖。最美的声音是你的呼喊，能听到世界的回响。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给吉林大学发来感谢信。南极深冰下基岩钻探为我国钻取首支南极冰下基。吉林大学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大型超高压产生装置。青春恰似火，勤奋正当时。奋进的青春总是在跌跌撞撞中成长，也是治愈忧伤的明媚阳光。我们的世界满怀希冀，洒满阳光，这就是我们青春的模样。你觉得幸福是有人为你付出，你觉得青春飞扬，那是灯塔之下有人为你把心灯点亮。我的青春时光呢，是在吉林大学度过的。我选择呢，在我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呢，再次回到母校吉林大学。我希望呢，把我这些年的所学以及积累的呢科研经验，更好的呢来支撑母校吉林大学的发展，开启我人生的第二青春。捕捉不到青春的成长，只能在师长和同学的眼中寻找答案。这是一生的约定，这是成长的见证。无悔的青春就在不经意间收获满满。所有的青春都值得记忆，所有的美好都值得温暖相拥。我们在吉大等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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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在吉大等你。在吉大等你。